我这机器人变成机器人。你想变成机器人啊？嗯。哦，那你这个箱子还可以变成什么样子？不知道。你刚刚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头盔吗？没有，那是盖住的我这。哦。哦，好，很有创意哦！你有一个箱子都可以拿来当机器人的工具。对了，机器人武器嘞？你机器人武器啊，你自己想办法啊！你看你要。找到了。你是拿铅笔的机器人是不是？不是，铅笔是我的机器人的杀坏人机器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假装你是坏人。没有，我要工作，我在工作。你看我在工作。不行。哎呀，我在工作啦！哎呀，你要不要先去找姐姐玩啊？可是我不会玩姐姐的，因为姐姐的都是无聊的玩具嘛。可是爸爸在工作哎，好吧，先去找妈妈或姐姐玩，好不好？可是妈妈在睡觉。